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那个网上说的那个Chessman，你也没给我指指到底是谁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这个外号Chessman，听着就不像什么老师，自己可得注意着点啊。给。奇怪。 我怎么又上热搜了？眼不见为净。吃一个。嗯。啊。喂，妈。瑶瑶，你最近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我们不问你就不说，对不对？我没事，那谁？ 都已经帮我解决了，瑶瑶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呀！什么沉得住气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们这两天在训练呢，准备比赛，很忙的。还装呢？你和你们队的那个队长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嘛。哎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？你这几天有空赶紧回家一趟啊，把那个小鹿也一起带回来。 我就说那小伙子不错，这人长得帅，学历又高，我一看就喜欢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瑶瑶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不赶紧回来，我和你妈就去你们战队的基地干你。别，我们这两天准备比赛呢。嗯，我周末回家，好吧？行，记得把小鹿一起带回来啊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太忙的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。 那个，我妈说，让我周末回趟家。周末？嗯。嗯，你也好久没回去了，我跟小瑞说一声。嗯，我妈还说，让我带你一起回去。好啊，来，把最后一口吃了。还要吗？ 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太紧张了，我还没准备好，下次你再来。他们，妈，瑶瑶，小鹿啊，阿姨好。这孩子怎么不进屋啊？快进来。老头，他们来了，快进屋。别愣着呀，赶紧把鞋换了。人家第一次来，好好照顾人家啊。桌上有吃的，水果啥的，给他拿点啊。 爸，我回来了。叔叔好。啊，你好。发挥你作用的时候到了。瑶瑶，过来帮我把菜洗了。好好表现。叔叔，我来帮您装吧。 妈，你要我来帮什么忙？ 你会干点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哎，妈问你，你跟那个小鹿是不是一开始就好上了？那时候我跟你爸去基地的时候，就觉得这孩子吧，看你的眼神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。什么眼神？就是一种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明白？东西。 你们上次去不是没怎么接触过吗？没接触过你怎么知道？那当然，妈可是老战士，你们这点小心思能瞒得过我呀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妈别说了。好了好了，玩笑归玩笑，你过来。嗯。妈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不管你们现在年轻人有多自由、多开放，可是女孩子还是要注意安全的，在没有发生意外之前。 妈啰里啰嗦的提醒你，可真要有什么意外，一定要跟妈妈说，妈不会怪你，妈会帮你的，所以千万不能自己乱来，答应妈妈。嗯，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妈。还害羞呢，不算去。
谢谢叔叔，叔叔您坐，已经弄好了，您看看。这么快啊？啊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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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瑶瑶的手是不是好多了？她手已经好了，叔叔您放心。啊，我们家瑶瑶啊，表面大大咧咧，实际上呢？ 还是挺敏感的，眼睛里绝对揉不得沙子。对待感情，非黑即白。叔叔，我了解。你们俩在一起，我不反对。但作为他的父亲，我必须要当面和你确定一下，你是不是认真的。 有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你们的未来，还是一时兴起？我知道，你们搞职业的有很多女粉丝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的。如果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，我就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。咱们俩丑话说在前面。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女儿？这个我必须要你确定。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。毕竟，像童瑶这么好的女孩，我再也遇不到了。好。这世界很酷。